今天的直播非常有意义，因为是参与的2016巴沙明星慈善夜联合一直播共同发起的画出生命线的这个公益活动。那这次其实是为了呼吁和更多的帮助到我国一些贫困地区，帮助他们改善当地的百姓的医护和急救的条件。所以应该等一下我会画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救护车，然后希望大家也多多在直播当中送出礼物，因为这个礼物会在2016巴沙明星慈善夜晚会的当晚全部捐献给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巴沙公益慈善基金，转化成真实的救护车。现在就开始画。我是画一个漫画一点的，还是画一个写实一点的呢？因为我真的不太会画车。我听说很多其他的艺人朋友们在画的时候有放音乐，给点音乐行吗？你们有没有画？其实可以大家一起画，然后看一看出来都是什么样的不同的风格。其实没有风格可言。
不要笑哈，真的是有一点，但是可以改进，我再尽量让它像个车，现在有点像一个火车。刚刚说什么？是不是很难看？他们都在送礼。对对对，都送礼物，这个是，这是我们的这个表达支持的一个心意。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说点啥？我很专注的，我现在是在从事一项创作。对，所以你们看看，谢谢哦，是这样的。对呀，谢谢，我看到了，有画花。刚才还有送游艇的。这个，哦，还有可以送红包是吗？这对，那来。那我要按吗？嗯，我也不知道。我要专注哈，希望大家。对，我先把这个画完。这个画工真的自己不敢恭维。贴吧发了好几个红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颜色呢，是按照真实的救护车的颜色，还是随便画什么颜色都可以？画你心目当中的救护车。我心目中的救护车其实功能性比较重要，但是我没有画过车，也不知道怎么能够在车上面的这种装置和具体的画中体现出来，所以就是一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
待得住吗？大家哇，相当待得住，还有送法拉利的。我想可能就会把这个画上面救护车路过的地方，我想让它变成彩色，彩虹色，就是象征着一种美好和希望，也代表大家的爱。其实动静有点大，但是，哎呀，我不好意思，画的真的。谢谢大家的礼物和爱心，能够参与到这个里面来，我觉得自己也感觉到很温暖，很幸福，能够感觉到正向的能量，爱的能量。其实这点我觉得确实阿莎应该说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和这么多年做这个坚持做慈善，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能够呼吁到更多的人去关注，每一年有不同的帮助的这个不同的项目，然后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一个成果。我自己参与到其中也是感受到了这么多年吧，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佩服和感动。虽然自己做的很有限，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份感觉和心情，也是希望力所能及的能够做一些非常小的事情吧。
你们可以提一点建议，希望能够什么元素可以放进去，因为我现在有点想不出来。等一会儿我看一下。谢谢。那我是在哪能够看到说的话呢？我也不知道，现在都是在刷屏送礼物。还挺梦幻的，出乎意料的，我觉得，是吧？还挺好看的，不是很难看哈。看一下，完善窗户。其实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就是比较安静，然后就喜欢画画。画画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说，可能可以在这儿坐个三四个小时，像回到了童年的感觉。当然，我并没有要直播那么长时间了，大家不要紧张。轮子应该角度画的好像不太对。手抖了吗？手一直在抖。大家见谅。
送了一个彩虹电风扇。是什么意思呢？大概让我们凉快一下。大家一定好奇，现在说话这位是谁？不要好奇。哎呦天哪，我把轮胎也涂成这个颜色了。看来跟大家聊天还是会分心。送了个水晶鞋，谢谢。能看得清楚吗？我离近一点，可以。所以这一次大家送的礼物，在线直播送的礼物，会在2016巴沙慈善晚会当晚全部的捐到这个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转化成真实的救护车。谢谢你们为慈善出的一份力，感谢大家。然后这幅画到时候也会转交给巴沙能量，让他随机送给参与的朋友们。感谢大家，那我完成了。